主料：土豆淀粉100克，凉开水500毫升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香菜、葱、鸡精、蒸鱼豉油、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准备100克土豆淀粉和500毫升凉开水，将土豆淀粉倒入水中搅拌均匀，然后将混合液倒入锅中，用中小火加热，然后加热成粘稠状关火，继续搅拌即可，然后放入容器中铺平，放入冰箱冷藏2小时，然后切块，加入香菜、葱花、蒸鱼豉油、醋和鸡精，搅拌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整个加热过程都用中小火，而且整个过程要不断搅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